今天给大家聊一下关于宠物蛇怎么饲养。很多朋友买宠物蛇回来以后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怎么养。首先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宠物蛇，市场上最常见的宠物蛇，分为玉米蛇、王蛇、猪皮蛇、奶蛇、牛蛇等。最大的特点就是温顺、无毒、不咬人，可以个人合法饲养。所以看完这个视频就不要再问有没有毒、咬不咬人了。然后问的最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吃什么。上面所说的所有宠物蛇品种都是吃小白鼠。然后呢，很多朋友又会问，小白鼠这么大，它怎么吃得下？有刚出生的小宠物蛇，当然也就有刚出生的小白鼠。我的回答对不对？老铁们，至于小白鼠去哪里买，你们可以到平时习惯的购物软件里面去搜一下，有很多商家在卖，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。然后一个星期喂一只小白鼠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喂其他东西，不吃青菜、零食、面包虫等等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养宠物蛇需要准备什么东西？直接给你们上图啊。就这样，一套饲养套装搞定，冬天所需要的家业垫也给你们准备好了。饲养套装及宠物蛇常年有售，欢迎咨询。